你跑到哪儿去了？我找了你一下午，你腿怎么了？我还以为你不会来找我。傻丫头，我怎么会丢下你？ 外面下雨了，车夫已经送魏郡主去军营了。今晚，我们先在这里将就一夜。是我连累你了。说什么呢？你是我的太子妃，谈什么连累？就该同甘共苦。那魏郡主呢？之前因为他的事。 让我对他有一些偏见。今日得知他一直在为军民义诊，倒也是一个心善的姑娘。嗯，时候不早了，先休息吧，不然赶不上早朝了。耶稣，我的老天！ 就这一次，让我霸占一次莫承前吧。明天我就把他还给魏淑云。莫承前。 朕是让你好好守着陆双双，但朕可没让你因为他连早朝都不上。你知道那些大臣怎么说你的吗？说你现在因美色误政，将来必因美色误国呀。儿臣若是连自己的太子妃都护不住，还怎么护国护民？他们爱说，便说去吧。莫承前，你不要以为只有你。 能当得了这个太子，太子妃，你可想好了？太子本就是被双双所累，只要太后愿意为太子求情，双双愿意留在太后宫中为太后说书讲本，排忧解闷，再抄一百遍佛经，为皇室祈福。哀家倒是第一次见你诚心下跪，哀家答应，下去吧。 谢谢皇祖母。哀家是没想到他二人的感情会深厚至此，但太子毕竟是未来的皇帝，独宠一人，必定对江山不利。那太后的意思呢？我会对皇上说，淑媛是个好姑娘。洁儿婆。